找到。3, 2, 1投个药，岩石之力。下面是打坦克的，嗯，对的。驱散 boss， 下一个坐在你们看。随便干一下。驱散 boss。打得蛮猛的，我操！我他妈起手没想到是三加一，我有点懵。哦，你以为是单独打一个是吧？对。这个肯定要一起，要么全拉了，要么不拉一起。可是这个时间不太够。起手他妈不慢了。就你们跟我打那路线。但是后面的门可能有点变，前面没什么变，就一样的。路线是一个路线，你让我替的时候，直接是，就是一波一波的，拿回来吗？先打弩手，要减量了。先打弩手，哇，瞧这把，哎，我累了。刀卡门口。我进不去了，他这他把整个门口封住了，我龟壳都关，我真的累了。
我刚刚进了一步门口，没走两步人没了。重伤周家有一，刚应该等弩手死了，我是吧？弩手死了再打比较好。弩手射一箭，我已经残血。那压力好大。对，刚我看错人了，我以为是那个打坦克的那个。这个是真打坦克。我看。还挺有势的，他这个战吼对坦克特别疼，飙的也疼。不是吧？一个战士的其实魔法打 DH 还没有物理疼，不该减伤的。你带了那个导引器的。可以开个爆发，我们留下留着。下回那个怪过来的时候，把他把那个中间开普门动一下。嗯，行。然后这个怪打完，你们原路返回啊！我把你这怪拉过来，你在门口卡住。我刚才说的，加速加速加速！你们往过来走，就过来死了。嗯，过来断那个戳之怒吼。你看动作再过去啊，现在过去啊，不对，啊，这个不用，这个好像不用飞机。另一个才，这就是圣骑斩，这个只要站远点就行。还有个就这个 POV 躲开就行。你还有个分裂的，
我开了。快快手我往后拉一下。要跳吗？啊，不跳。我估计得第一次，如果我下去之后，我起来才有办法。让我打，我起来了。从下面打。背朝我，背朝。背朝我，背朝我。招板背朝我。我不看待自己一口。嗯，就是那个导。去主说法吗？来自一口呗。导灵气，导灵气。注意脚下。把鲁尼那个打死。流水了，放下去。注意脚下。哎，现在也不知道战神还没有那个 bug， 就是你他出旗之后你转旋风斩，然后旗子死了之后你身上还会有斩，直接打 boss， 不要斩旗，打 boss， 还有这招。对，之前战士是有这个 bug 的。刚上。时间比较久，有技能吗？我有技能，没有，就暂时有。哦，没有。万灵是我看有个很大的技能，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，快打断！我没断到。跟你讲。这是吧，这是吧。冷静点，看好断了。冷静点，别站起来。断吗？我这，我、哦、这是吧？
这波远程站太远了，他会跳来跳去的。就我们得靠近点站，然后我放个余震，他们根本读不来着的。哦，你是反夜斩？对。我这边本来就开始了。啊！我要看你拉两波，我直接跑平原。我这波过去的。等你们过来，我再拉。进来，进来，先不要 A， 卡视野。拉进来，我放雨阵。嗯。哎，这杀了。好，就拉这，就拉这。对。抽空拉不回来了，注意点。出轨了。往下走，往下走，下面的怪了，往下走。啊，放舒服了，我就。下一波打的挺好的。啊，这。给打，我刚走不了。我去右边，你去左边。我全程了，不用短。这波打人撞了，老张怎么样？我把二把开了，你可以跑，挺恐怖。完事可以立刻点门。别点错门了，不是咱旁边的。切不过你们都有技能吗？我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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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留。都有，他继续给我拉。我，啊，我上去群城，然后你驱散。有链接吧？注意开一下链接。我有余，我有余震，我有余震。开怪，上。我刚通灵剑去。他们家都出来了。都鬼走。太近，被磨到，把怪不起来了。拉一下，拉一下。
这两个打完，然后补一个三加一。三加一有技能，这个没有。给三加一留一个吧。注意别掉下去吧。注意脚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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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波完了，给个控，给个突出之类的。然后我们去打补旁边的怪，分别点走了。我全坑开关。现在给光柱，我全拉了。现在能断就断了。好啊，这个 DOTA 好好玩，让我先过等救人啊，我没进，我把他拉一起，我放了一阵，注意脚下，别现在是余震状态是吧？对，快结束，说一声我补。注意脚下。结束，我不缺伤了。补一下，他结束。德鲁伊给日光吧。注意脚下。给日光吗？注意脚下。注意脚下，风铃剑女断一下，剑女剑女剑女，我他妈，我蹦下去，啊，不是那个，啊，我上去我找。我想冰冻陷阱动一下的，我那时候没打的。嗯，快点啊，我手要黑了。时间已经还不够了，应该勉强差不多。很勉强，一般尾王得开出四血。两个 boss 一个剧情，差不多六分钟，然后就跑路两分钟。啊，不是 boss， 那些怪。小怪就这样吧，啊，傲慢一会我来开。先别过去，等他们。过去打开，等等，快到了。直接走吧。我开，我开，你们两个打 boss。
美王开会更狠。嗯，打得快的话，尾王也用不上出去。十分钟应该是够的。加油啊！上三二一。你们有人有打断你加伤害的那个？喂，注意脚下，往后摇了。注意脚下，帮忙驱散。那个大区是啥？听懂我拉一下。注意脚下。我自己拉一下。跑开人群。总是点最脆的呢。我拉二血算了。没技能，然后我再拉二血。注意脚下。Relinquish your soul.这个站近点，我要群城开怪，能开就开吧，现在开了享受的时间长了。我下一段三九。我们现在直接开吧。我们往后走。听一下，然后这边跳过去。我身上有个道具，你们先过。你身上有个道具，先过。哎呦我操！操救了，我死了。近战就死吧。下面去可以读军皇。军皇。上了，往下，别办了，我。
哦，没技能，都没技能。嗯，单拉一个，单拉一个，就不好拿。这边没办法快。注意脚下。注意脚下，注意脚下。哇，会带一下。二十五，这边就帮我拉了。我的时间来不及。地震。龟壳，感觉你太缺了。我马上给肉了，快进来！他拉人的时候，以自己的目标不会被拉过去啊。怎么样啊？打 boss 了，什么？Better。
嗯，这把还有一个什么时间办法，就是 boss 剩3%左右的时候，就可以有一个人去把自己献祭掉，提前开剧情，可以剩5分钟。来个吃播。How exhaustingly predictable. But then I suppose failure comes naturally to your kind. A rising star's mouthpiece. Longest reigning champion of the Eternal Age ever known. Ordrutha, the Endless Empress. At long last.A worthy contender! Behold my power and despair! 嗯，战士要嘲讽盾反吗？要的话，我给你报时间。远离连线。下一个连到5秒。就这个技能之后就是你要嘲讽，快跑，跑开人群，远离连线。快跑！是谁？快跑，跑开人群。Magic reaches beyond your mortal ken. All things must end.